工厂日以继夜发展再生能源，要朝向净零碳排目标迈进。来自丹麦的能源公司不但来台投入耕耘，更和15家国内外银行完成250亿元联合授信签约。Now we can fast forward today and see that we once again team up with the Taiwanese bank and foreign banks to have this great success today.This time around, it's about reinforcing our green finance, making it even more robust and to benefit the environment. 大彰化东南跟西南第一阶段900 MW 离岸风场进度也目前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我们已经完成了97座的风机，那目前也创下了台湾这个历史的一个记录。过去五年，能源公司已经和超过200家在地供应商、下游厂商参与台湾首座大规模远岸离岸风场，也创造超过7000个相关工作机会，吸引外商银行、民营银行、公股行库参与，有的还超额认购，是相当看好，因为这个是全球的一个趋势嘛。那至于说在授信方面风险的控管，银行其实也越来越熟悉。除了主办行之外，我们是最大的外资支持的银行，证明说我们对台湾市场永续发展的支持与那个长远的发展的那个用心。绿色循环融资案有了金融国家队和国际金融机构加入，更为离岸风电产业注入正面讯号。东森财经新闻，许谦、刘莹在台报道。